都说爱美是天性，台湾美妆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曾经以科技之岛闻名的台湾，现在要以美丽之岛的实力，用天然的成分、绿色环保的概念，征服全世界的爱美人士。一瓶洗发精从制造到丢弃，几乎不耗费地球的资源，使用完的空瓶子还能长出一棵树，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公司大家朗朗上口，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咖啡，因为台湾已经是全球，就是像台北是全球前五大咖啡城市，但是这些咖啡渣呢，去了哪里？去了垃圾场、掩埋场，还是被丢弃？非常的大量，每天都非常大量。那我们呢想说，这咖啡的渣里面，就是这个咖啡渣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咖啡油。那过去我们的化妆品也很多用工业油脂，工业油脂可能有不同的威胁跟风险。那么天然的油脂是客人喜欢的，而且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亲近友善。用咖啡里天然的油脂取代一般美妆品使用的化学油脂，因为成分是从咖啡渣里所提炼，因此不用再耗费新的地球资源。至于提炼完的咖啡渣，也还是不浪费。这个包装品呢，就是咖啡渣做的，它完全没有染色。你现在看到这个咖啡色就是渣的颜色，然后呢，你甚至闻一闻还闻到咖啡的香味。这个包装你埋到土里面了半年以后就完全分解，对，所以而且你就不用担心有垃圾的问题，对，然后呢，它分解完以后它会长出一棵树。在瓶底埋藏两颗咖啡种子，这个设计的用意就是要告诉消费者，喝咖啡后产生的咖啡渣不但可以拿来做成产品，还能做成产品的包装容器，而且不像一般塑胶品数百年难分解，这个可生物分解的容器在分解后就能成为咖啡种子的养分，种子长成咖啡树，又能继续生产咖啡，形成环保概念里零废弃循环的终极理想。至于产品里咖啡因的成分运用，不但成为欧莱德法装品的最大卖点，和专家的研究结果还轰动整个医学界。如果说用别的植物去做一些萃取的时候，可能它浓度高的时候会对我们皮肤太刺激，像某些精油就会这样子。可是咖啡的油，它浓度到98%、99%的时候，它几乎还是没有刺激。我们就发现它还甚至还可以，有达到就是增加它皮肤的保水性跟弹性，这样就可以防止皱纹的发生，可以做抗衰老的功能。对，所以而且我们把这些的成果还登上了 SCI 的医学期刊，就在国际上有就非常多的学者专家来邀请我们去演讲。只是咖啡渣，台湾美妆业者又以另一个咖啡产物咖啡壳的萃取研究再度震惊国际。咖啡壳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来做化妆品，任何做其他事情从来没有过。我们把它找出来研发以后，还是跟弘文大学然后做完了人体试验，然后它几乎目前数据的报告几乎是全球长头发速度最快。我现在记录上面两个月只会长2公分，我们可以做到两个月长到6到7公分，而且没有其他任何的西药。同样诉求绿色天然，经营30多年的广元良，则是以丝瓜这个农作物成为台湾知名的绿色天然保养品牌之一。《本草纲目》记载，丝瓜水、菜桂醉就是一个天螺水，它对一些疗效、解热啦、消炎啦，是相当有功效。另外还有芦荟系、芦荟的东西，芦荟它本身在整个一个那一个仙人掌的一个系列里面，我们芦荟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滋润，而且非常能够让我们肌肤能够吻合的一个很好的产品。
在成分上，尤其是成分，对于植物性的成分，有或者是比较具有疗效的东方或西方的这个药草的植物的萃取，这也是化妆品这几年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我觉得这对台湾化妆品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这个丝瓜水菜瓜水吼，咧菜箱吼，爱注意的就是讲，咱一定爱伫这个暗时的时间落去做洁净的加迄个枝藤枝。虽说是取自天然，但采取原料却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丝瓜怕光怕热，因此丝瓜水的采集必须要等到傍晚才能进行。如何截取、保存，每个步骤都是学问。它是从很小。长大的，它经过果实了之后，把它的果实之后，才能够让它这个里面的根部的水能够拿来做我们的天然的一个素材的一个农产的保养品，它是要经过发酵沉淀，而且要很难你去克制它的整个品质的稳定性。因此对于天然农作的运用，台湾美妆业者除了要懂得掌握各个农作物的特性，遵循古法农民智慧，还要结合现代科技，才能有效保存植物的精华养分，进而打出品牌特色。没有从原始的这种方法去做，它就没有那么健康，没有那么自然。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些东西能够再能够有办法去给它增进它的整个一个产业的附加价值，因为本身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加以品牌上的应用，在整个一个推广，把它塑造成是一个非常健康，在台湾上是一个非常特色的东西。常常在讲，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是带给顾客是一个安心、放心的一个信赖的这个产品。最重要是以口碑行销，然后再做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独特的整个一个品牌个性。我们出去外面展览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是可以喷的，可以喝的。人家就看得到怕了，这是我们最健康的一个啊，对于市场上最大的一个区隔是健康的竞争力。天然、安心、健康，另一个结合台湾农产的美妆业者乐湾国际，他旗下的北纬23.5品牌，则是更加强调农产原料的安全性。每一样产品都坚持只使用不撒农药、实行有机自然农法耕作的小农所提供的农产作物。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是从原料到成品，我们都有一个绿色的过程去管控它。我们为什么想要跟小农合作？我们什么想要跟实行自然农法的小农合作？为什么想要选择包括很多我们的桂竹笋跟我们的东方美人茶？其实东方美人茶它就是不需要喷农药的一个农产物种，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我们的前端，我们最重要的原物料去管控说，怎么样的一个天然的保养品用在我们的脸上护肤品会是更安全更有效的。从产品源头的原物料开始，就剔除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化学药物。另外，对于美妆农作物的选择，台湾美妆业者也发挥创意，使用台湾在地特有的原生物种，创造出台湾独有的品牌特色。像我们东方美人茶系列，我们的桂竹系列是过去美容业者很少利用这么原生种的台湾素材去当一个保养类型的商品。也像我们发现到东方美人茶，它经过小绿叶蝉咬完之后，它其实很多的会比起其他的茶种多了更多的维生素 C 跟茶多酚。那这样的一个保湿特性哦，让它转换在肌肤保养上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它本来的控油的功能之外，它可以帮肌肤做一个很好的保水动作。
我们从化妆品几个最重要的来说，就是比如说新的原料素材，好，那新的原料素材上面可能日本它的创新还是很强的，好，但是台湾的业者在应用本土的创新素材上面啊，在近几年也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多，好，那对于啊就是高端的功能性原料，台湾的业者也是非常敢用，就是这个部分我想是很值得肯定的。台湾生产，台湾萃取，台湾美妆业者不只打出自己的品牌特色，也掌握住现代人，特别是新兴崛起的东南亚市场，对自身健康意识的日渐重视。因此，除了使用天然原料，也坚持不添加其他的化学物成分。东方美人茶，我们在研发它的时候，其实它的香气是很难保存的，因为这是天然物所有的特性。那贵族也是面临这样的状况，它刚做出来有点像是竹笋汤掺掺的味道，所以更何况我们家是强调呈现食材本身的香气跟它的面貌哦。那我们不想要去加香精、酒精、色素，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来回研发了非常久。化妆品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发展，就是对天然性成分甚至有机这样的一个风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跟环境的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全球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那人口的老化，那健康意识的提高，所以大家会寻求这种绿色概念的或者比较健康的天然素材的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根据国际市调公司2016年的调查，全球消费者对具有天然有机以及环保概念的绿色美妆品需求，大约有1/4的消费者会选择天然有机的保养品，1/6的消费者会选择对环境友善的保养品。另外，在法妆产品上也有与保养品相等比例的绿色产品需求。此外，选择天然和环保的彩妆品消费者也大约有20%左右的市场比例，而且这样的需求多半是消费力较高的高端市场。如何打动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台湾美妆业者很有经验。我从教育就是说，这些洗发精里面不应该有哪些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为什么染发这个洗发精做出来呢？它的颜色就是那种有点就是透明的，那为什么要染很多颜色呢？你给它染很多颜色，一看就知道它是化学染色剂。就是你为什么要那些染色？染色剂对我们皮肤又有刺激又有过敏的问题，又到河川里面又会影响河生态环境。现在的人，你跟他解释以后，他说这个不需要的，他完全会接受啊。我们也会办很多的一个就是面对面的活动，在当地去跟消费者教育说，什么样的天然可能是对你的肌肤更好的，怎么样回到更基本的层面去追求，不需要添加你肌肤不需要的东西。其实他们可以去理解，这才是真正的不添加额外的人工香精的本来的面貌。从自身健康到对环境的爱护，台湾美妆业者成熟的行销经验，加上对自身品牌的真诚经营理念，以及台湾政府的联合拓展协助，让卖出去的不只是优质的美妆品，还有台湾动人的文化与精神。取得的产品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消费者的这一份整个一个就是真跟诚。台湾农产其实是在经济跟整个经济价值上面，还有它技术上面是不会输国外的进口农产品。我们等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国家级的队伍，所以说现在在东南亚这个美妆业就想，哦，台湾很多品牌哦，他本来只认识一个两个的，哦，其实有那么多品牌，然后看到很多哦，都有很多很特色的产品哦。透过美妆品牌行销联盟，让更多的这个东南亚的消费者认识台湾，让更多的。东南亚的消费者了解台湾，不只是了解那个产业而已，还了解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美。